作为一名优秀的上进青年，前方这台机就是我今天的主要任务。这台机的事嘛，撒撒水啦。虽然刚刚好像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，不过不重要。按照以往的惯例，我们还是先跑吧。此时杰壮是想都没想一下，直接就是一击无人，我转身就是一个板子，溜溜啦。既然又是第一个召回的人，那下面就由我肩负六鬼的任务吧。啊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好像又把别的角色玩成前锋的样子了。Go go go！我们在这个间隙还可以抻抻腿、弯弯腰、跳个舞蹈、拉个筋。眼看距离拉近，无所谓。哎呀，不慌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哎，无所谓。杰壮是瞬间被我羞得已经胡乱出道。走你，溜溜啦！再来一个。哎呀！随即在我方大部同学一套空中旋转三周半，干净落地污水花的扛刀操作下，我得救啦。这就很尴尬了，还好我及时往前跑，告辞。杰壮是二话不说先踩掉了板子，然而这好像并没有什么毛用，我们就在这里让。随即在粉丝的一波营救下，胡汉三又回来啦。为了能及时开大门，我马上跑到门口等他压机，随即队友一个带起子，我们去开门。就在打开大门时，那个我就是想去救个人，你们没意见吧？毕竟是和我的粉丝开呀，而且是娱乐局哈，不要太在意结果嘛，开心就好，就算出不来死也要在一起。或者乌鸦嘴，再见。